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 今天就请来我身边就是来自高力的 Thomas 一起倾下偈。Thomas 你好。Hello Debbie。点解请 Thomas 呢？因为我见咧一月开局到而家咧，其实环球嘅投资气氛咧都唔错。譬如股票啊、债券啦，其实见到都有钱入。不过房地产呢个领域咧，似乎好多人仲嗌紧价。